即将举行大婚的士低马国美，今年一直剧接剧咁拍，忙个不停，靠未婚妻汤乐文主力筹办婚礼。之前佢透露，等马明忙完新剧之后，即将会出发欧洲迎婚纱相，之后就会喺东南亚小国家举行婚礼。但婚礼嘅地点同具体时间就始终唔肯透露。事关靓汤话要保持神秘感，唔想将所有嘅细节都公诸于世。最近原来马明终于忙完，亦都终于有时间陪靓汤出发欧洲。日前有网民分享影片，话喺法国巴黎偶遇佢哋苏科，片入边可以见到佢哋都打扮到非常悠闲，不过气氛似乎就有啲唔对路噃。唔知系咪马明激嬲咗未婚妻呢？见到靓汤黑晒面咁，似乎唔多耐烦，而拎住购物袋嘅马明全程唔敢出声，净系一直眼定定咁望住靓汤，而且仲露出好无辜嘅表情。最后靓汤更加直接转身离开，完全唔理马明，而马明就继续一贯天然呆咁跟住走。